男的去外地啊，男的对，你是说异地之间男的对你的好，然后女的会不会跟着男的去外地是吗？是不是这个意思？这个的话，这个真的看每个人吧，这个真的看每个人。这事情最近就发生在我身上，我很矛盾呢。欢迎真诚的智慧。我叫你笑脸宝宝的。小点不就没勾了吗？那我要飞机场可不就没勾了。又不大，大不大你胆子？跟那个有关系吗？眼睛大不大跟胸大不大有关系吗？我的胸大小跟胸跟眼睛大小行吧，眼睛大胸就小呗，你这意思。
浪费我的身材的。你告诉我怎样能不浪费？不要的。晚上好，思雨。不要是好宝宝。你可以选择帮我了。你是想帮我刷宝宝，还是刷领导你的心定吗？只要可以聊就行。你要我找个男朋友啊？不找。等我不做主播了，我就找了。哎呀，风雨人生。等我不做主播了，我再找。不然，如果有男朋友的话，谁能让做主播？有衣服叫神秘，少穿点叫性感，不穿就没有意思了。跟我想的一样，跟我想的一样一样。平时啊，别人问我你多大啊，但我想不了你。不过也奔三了。奔三了，其实我觉得我这个年纪应该是该谈恋爱了。若隐若现的就有意思了。你想的可美了，现在吧，大白鲨，没有吧，一点看不出来。好吧，现在最后